此视频由华为 P30 手拍摄。来到了欧洲，拍了好多景色照片，但是怎么可以少了人物照呢？小编刚好来到了一个很有 feel 的小镇，小编忍不住就用手上的 P30 拍了起来，看看 P30 的人像模式又能到个怎么境界吧。